看一下我们内部的工作同仁哈，感谢智慧种子联盟。然后现在在组装，好，来这个来讲一下是谁？我是特仕的黄冠龙，我是特仕的郑义君，我是特仕的李巧玲，我是特仕的杨玉龙，我是特仕的曾如玉，我是凯琳特。凯琳是马来西亚特派员，他要送一组去马来西亚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，好，然后如意打开一组，解释一下里头有什么。有幸福集气罐四个，嘿，还有呢？超值包扭蛋五个，然后弹珠三个，还有四种颜色的硬币都有。好，然后海报嘞？海报都在这个信封袋里面，还有说明书。